战力强不是口号而已。总统蔡英文来到花莲，第一站花防部缉捕营，听取简报之后才是重头戏。好了，使出去。实战化射击更贴近真实战场的情况，取代沙包沙袋的是各种障碍物和掩体，不论是卧姿、跪姿，模拟战斗射击过程，让射击战技更为精进。中午，蔡总统和空军第五联队共进午餐，感谢国军弟兄姐妹不分昼夜守护国家安全。在上个月中国军演期间，空军第五联队的总体警戒兵力增加63组，126人次，防空应处共执行18批，36架次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辛苦了。为了官兵，空军则回送飞虎娃娃，让总统也忍不住说好可爱。花莲行提前庆祝中秋，总统更要帮国军加油打气。颁发加菜金试导实战化射击，总统蔡英文以行动力挺国军，也让国人进一步认识国军坚实的战力。以上是华视新闻张志行、陈建达在花莲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